哎呀，开心，粉色摩托到手，这整个人都开始神清气爽了，一个人跳军事基地腿都不发抖了。这一进门连信号枪都有了，看来这人一走起运来挡都挡不住啊。哎呀，这又是一把，瞧瞧这运气，恐怖如斯。啥也不说了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就该跑路了，不然一会儿给敌人两把信号枪，那才是心态都要炸了。等等，左边好像有人打 98K， 正好抽到了 98K 皮肤，不好意思，今天你是别想走了。哎，我看到他了，滴滴滴滴滴滴，老哥看这里，看来这是个愣头青啊，老哥快来接子弹了。等会儿，这里还有个伏地魔，敢打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估摸着你是活腻歪了。啥都不说了，召唤俩空投先。不对呀、啊，这附近有个人机，我这队友咋都不打呢？好了，直接召唤双响炮，接下来就坐等空投了。嗯，怎么又有个人机？哇，又来一个！哇，还有枪声。只怕是整局的人机都给我吸引过来了。又来一个，兄弟们，我算是发现了，这粉色摩托还有个隐藏属性啊，这车能把方圆1000米的人机全部吸引过来，你们就想想看，这局能加多少分呀、啊？我真心觉得这个功能非常酷的。哎呀，队友怎么就给安排了呀？别着急，我先填点物资，这个 AWM 倒是可以拿上一下。可怜的队友直接被捕了，接下来只有我们孤军奋战了呀。先打个药，观察一下局势。哎呦，开车过来填空投，你们这有点过分了呀。击倒一个，哎，灭队，朴实无华的击杀。前面坡上有辆吉普，大宝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，啥都不说了，直接莽上去。哎呦，在这儿呢，还有一个在这里。兄弟，要不咱们和平共处一下，你不打我，我不打你。嘿，当时我就不乐意了，好好的和平经营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和平，非要玩成跳伞游戏，真搞不懂你们。哎，这房区上面有脚步。哎，楼上的兄弟听得见吗？咱们和平共处好不好呀？你不说话我可上去了呀。 Surprise！ 还好我一个假动作，这老弟不得行了，非得跟我来阴的，毫无意义。接下来就到我们的 short time 吧。直接补掉，好像就剩最后一个了呀。哟，这时候还在开蹦蹦呢。哎呀 ，AWM 子弹打光了呀。先看看这空投还有没有东西。哎呀，空空如也，看来只剩这把大菠萝了呀。哎呀，手雷，问题不大，躲一下。OK， 按照手雷的轨迹，它的位置咱们已经摸清了，全边找找。哎呦，老爹，你在这儿呢，看我拜佛枪法。全凭这粉色摩托的隐藏功能，20杀吃鸡，舒服呀，这份叫的爽。最后别忘了给大宝一个关注哟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